伊这个人哦，足风趣，而且伊的意思足好诶哦。阿姨对待动物拢足温柔、足细心诶，会当恭喜兽医界木村拓哉。宇飞社长打扮，口中所说的兽医界木村拓哉究竟是谁？欢迎回国！哎呦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真是应该诶，拢是因为你的指导。我的意思才会进步啊，阮家无电话，你才健健康康起来，你是第一功臣。只见陈子学捂住嘴，露出惊讶表情，原来宇飞的偶像是他。台剧找来曾是反骨男孩成员网红伟哥客串，引发讨论，网友直呼超猛，也有人好奇问伟哥转战戏剧界了吗？你拄仔讲你是要来替张宏杰当首长做专访的迄个网红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我。哦，那看起来不行，不行吗？嗯，哎，我是偶像型的 YouTuber 呢，有百几万人给我订阅呢。真的是的，真的啊！百万人气网红 Domain 最终一开口就说明自己身份是 YouTuber， 惊喜现身台剧客串的还有他。小花姐，你不让就四眼呢，一下就只有五千合力耶！哎呦，可能你今天是来电啊，哇！以前我给他起码就看了点知名网红浩哥，网红浩浩也来参一脚，跑来演戏，效果十足。台剧邀请神秘嘉宾，成功掀起一波新话题。在谢五克强，邱浩倩，套不到。